只曱甴 B B 迷迷惘惘咁，咁佢好彩啦，今日遇著我，遇著第二個咧拍扁佢噶啦。咁我而家要冇辦法送佢去遠啲，咁咧就放佢一條生路。咁之後生路啊？咩生路啊？放條生路啊！乜放條生路啊？哎、你又唔見咗啦？隔離個老闆問我放咩生路，放呢只曱甴仔一條生路啦。就算放生咧，都可能就是看情形啦，好不好有分別心啦。但一講到老鼠啊，都係我個貨都隔曬啦咁啊。咁啊，放佢走啦，拜拜，好之為之啦，生生性性啦。希望你中意呢個 video， 請你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。